出师不利呀、啊！这一出门就碰上一个这样的，下面一个能是什么样的呢？你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我的眼，我却看不到你的从前。我这啊，哎呀，哎呀，那个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哎呀，哎哎呀，咋的了？压着我脚了。我压你脚了，你自己看看呢，这没压着啊。你啥眼神啊、哦、你再看看啊，这回压着了，压着了吧。哎呀，你把我压着了怎么办吧，大爷啊，你是碰瓷儿的吧。啊那我就赔你钱呗。看着没看着，这是办事的人，碰了就抓紧给钱，谁也不耽误谁时间。你既然这么坦诚呢，我就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收费标准、啊、我是一般呢，八角边500元，上角面1000块，过角面1500。今儿看你态度这么好，我算你半搭不搭800块。合理不？这个价位非常合理，能接受不？我太能接受了，我前天让人碰一回赔人1000呢。你看我为什么这么便宜呢？因为我这是薄利多销啊，知道不？我这是走量，见利就走。那大爷 啊，我现在兜里一分钱都没有啊。一分钱没有，少跟我扯这没有用的。哎，不是不是，你这么的，大爷，你听我说啊，我这个人呢是特别讲诚信的。我呢，你给我点时间，你想走肯定不好使，我肯定不走，你呢配合我一下，你一动别动，咱俩就在这儿，一会儿我把钱挣够了我就给你，行不行？你要能给我拿钱，我怎么配合你都行。妥了，你就等我一会儿。但你别让我干活，我不能让你干活。你这你要怎么样？你这你行不行？我给你200块钱，你快走吧。那你这么说话可不行，我哪能要你钱呢？我看出来了，我是碰瓷儿的，你是专门碰瓷儿的。你呀、啊，你听我说啊、哦，这钱呢，我今天也不给你了，你也别给我了。你这行啊有风险，是不是？你有一天呢，你腿被人打折的时候呢，然后你来找我来，是不是？我给你留个名片。你这块啊人少，你上小广场那边人特别多啊，我就在那拉胡子，你就在那跪着，咱俩一天挣800块钱像玩似的啊、哦、你就别的啊，真的啊，哎呀哎呀哎呀，快手看见每一种生活。